台湾大学。他科系是同一个系的吗？对对。什么系呢？物理系。物理系吗？好，那各位今天的比赛哦，我会自己的队想一个队名。台大物理，烂透，烂蛋，马建明，真心感谢，合理。那各位是知道今天还有活动的，通过什么平台或是方式知道？FB 示范赛。FB 啊。对。好，那我应该知道什么？有奖金的对吧？知道。那有没有特别为了这个去努力练习或者赛前练习？有。对今天的活动有没有信心？非常有，两分钟就够了。各位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建议希望谈一下？一二三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OK OK。好像队长还三二一，然后谈一下什么？两分钟，两分钟。好，两分钟。好，稍一稍一，一二，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开始了，第一个球，哎呀，可惜没进。第二球，哦，第二球就进了，太强了！台大物理的这个完美的阵型，炮弹的输送，非常的这个规划动线非常的完善啊，几乎是这个，哦，两球了，太强了！台大物理反捅劲旅啊！火箭试验的传统劲旅，几乎是机械般的出手。哎呀，看的这个阵型，这会不会有疲劳问题呢？他们的绿肩疲劳问题，那这个投得太仓促了。喘一口气啊，调整一下节奏。三球漂亮，干得不错。四球，哇，已经四球了。再一个球，五球，三分四十三秒，台大物理，台大物理，哇，这个流水线，流水线生产。果然是最懂规则的。